高雄南美县有一间糕饼店，佮会用凤片糕来做传统祭祀的身体用品压雕，快速到民众的分享。我认为作为高层可以复查，超过60年的老店的，都已经喊千万人来接，老师傅就一定接。经过老师傅的手艺，原料青糯米同糖的凤片糕，做出来拜神明为用的祖鸡肉三神贡品。通过中的班呢，因为好事有内空，替传统祭拜市场快速反应。哦，我们搞个原料，做做咱们多做种，做鬼耶，哦，做班呢，前班、头班、眼班呢，哦，拢用后面搞做诶，哦啊，以做诶形体，那二马个，俺们就可以把个人做满个东西出来。超过一甲子的事诶，进行变点。主要看你到路店的招牌糕饼，睇伊数上色，保存的条白板一板板一板，为了响应客高干作为广告布条。罗师傅讲，传统糕饼要花几多时间同精神制作，睇有人想要学，愿意无条件传下去。我爸爸听一套，我听一套耶，哎，也蛮多钱都无人接的，根本也要学，我无条件学教人。啊，今天咪必做嘛，唔怕。啊，种东西无人好个都无个呀。啊，今天人用个都无来钱个。纯手工制作个糕饼，从两对一斤到两千斤都有，做得种人客可以来添做。唔过嘛，因为手工制作无法度太量生产，都更加还无法度请到人来接。也嘛，系老师傅最烦恼个蔬菜。客家新闻整份，自古红包土。屏东高速有一对警察的退休来种作的民众，伊系用畜生栽培的方式来维持体力，种腊八的，伊喺七家种七家卖，来培养出来一群老猪骨。大满腊八的个个人地板，地面向上的长幼幼的草，也系农友用七年采用畜生栽培的方式，本体内做的维持松软，养分也唔会流失，为高速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。啊！一个奶，我变得骨松。啊，对俺那个呢，哪怕你筋啊吼，得发啦吼，我骨好，发育我骨好，骨唔会讲啊，太唔好来。用去年所种的哪怕呢，无送去拍卖市场，也无透过盘商去刺山刺手，因为品质问题，也培养出固定的消费群众。才真的啊，去思路对啊吼，俺有固定的人客，吼，像你栽培养样呢，俺去在送啊多少市场个在。俺的人他以为自动，我饿了，俺的他们个在哪？农家子弟出生的杨启年，才经过服务35年退休，因为唔盼得阿爸一生人的工作被放弃，故所接受家业继续做农，也为自家的事业开创人生第二春。客家新闻陈文林频道报道。